现在我们来介绍斜率。首先的话呢，介绍斜率的定义。斜率的定义为什么要这样定呢？我们从下面这个图来解释。来，我们来看看两个斜坡。右边这个车子的话呢，看起来的话呢是倾斜的比较大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定这个倾斜的比率呢？那我们来看，如果底下这个横宽 delta x 一样的话呢？ data y 是越大的话呢，是不是倾斜的比率就越大？那么我们这个 data y 放在分子上面，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图。下面一个图的话呢，如果这个高度一样，底下的这个 data x 的话呢，它越长的话呢，代表的是它越平缓，斜率反而会越小。于是的话呢，我们放在分母上面，这个越大，这个就会越小。 这个越大，这个会越大。于是的话呢，我们就定成了一个 m 等于 delta y 这个高度，delta y delta 的意思指的是 y 的差，x 的话代表的是 delta x，代表的是 x 的差。那我们的话呢，这样子来定的话呢，就可以非常的方便的去定义了一个倾斜的比率。来，我们再继续看下面一步。 下面一步的话呢，是说我们在直角坐标上面，我们要怎么样去计算倾斜的比率，也就是所谓的斜率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个点叫做 A 三一、e，什么叫三一、e、呢？向右走三步，向上走一步。B 是五五，向右走五步，向上也走五步。那么它的两点之间的斜率是多少呢？那根据我们刚刚所做的。 我们的话呢，这个高度是 y 的差，所以是五减掉三。这个地方的话呢是 x 的差，所以这个地方是五减掉三。于是的话呢，这个地方的话五减一是多少呢？五减一的话呢，这个地方的斜率上面 y 的差是五减一，1, 下面的是 x 的差是五减掉三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 四除以二，所以斜率是二。我们就算出了这样的结果。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，但是的话呢，最主要是我们下一步要把它的公式列出来。来，我们看看下一步斜率的计算公式的话呢，我们的话呢就把它列成了一个我们的话呢习惯的一个公式形态。斜率的话呢是 y 的差，后面的 y 减掉前面的 y 放在上面。 后面的 x 减掉前面的 x，放在下面。我们的话呢，就把这个可以当做是一个公式的计算，这样的话呢，计算会比较方便。那么对于斜率的话呢，我们还有一些事一些事情的话呢，必须要跟各位同学讲的，就是斜率的正负的问题。来，我们来看看下一步。来，我们来看看斜率的话呢，一共有三个形态。 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呢，来，我们来算一下它的斜率，A、B 之间的斜率是多少？我们按照公式来算的话呢，后面的 y 减掉前面的 y，所以十减五是五，六减二是四，这个是一个正的，正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它代表的是向右上升的意思，它的代表的是趋势是向上的。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种状况，来，第二种状况是，如果说是这个题目的话，第二个，它的话呢，来，我们来看看，十二减掉三是九，三减掉七，7, 哎，三减掉七变成负的了，负四，它是一个负的值，小于零。 如果斜率是小于零的话呢，代表的是向右下降，它代表的是趋势是向下的。再来看第三种状况，第三种状况的话呢，是最简单的状况了。十减十，哎，我们发现的话呢，它的话呢，十减十是多少呢？零。下面八减五是多少呢？ 三，所以是等于零。零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斜率为零，代表是它没有倾斜。那么我们的话呢，了解的是说，水平的话来说的话呢，它的斜率是零。那我们再复习一次，如果说斜率为正，代表趋势向上；斜率为零，代表的话呢是趋势持平。如果斜率为负呢，代表是趋势是向下。那么我们暂时介绍到这边。